原标题：刘备和曹操临终前大喊一人名字，若后代能听懂，历史或将改写。话说三国时代，这是一个分分合合的时期，天下被三方势力割据，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弥漫着硝烟，每个人都会随时开始心理战。比如当年曹操煮酒论英雄，让刘备吓破了胆，所以在尔虞我诈的乱世中，人心隔肚皮说的一点也没错，位居权贵者会时刻担心部下功高盖主，说不定哪天就让自己身败名裂。而出征效命者，要么心不旁骛的为主公打天下，要么藏好恻隐之心，待到时机成熟顺势而上。所以说整个三国就是一个人心难测的时代，而且有时候就算你预料到，也难以改变命运。而这种事情恰恰都发生在曹操和刘备身上，因为他们都曾经预料到军中有不可信之人，只是同样的事，身边人都没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但是待到他们去世后，所有他们不愿意发生的情景全都一一成真，狠狠地打了那些人的脸。首先我们来看刘备猜到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刘备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，经过几番波折，他才有了自己的西蜀国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年他就撒手人寰了。但是在刘备去世前，他就开始准备身后之事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白帝城托孤。而他托孤的人就是诸葛亮了。除了让诸葛亮帮忙辅佐少主刘禅外，刘备还问那孔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询问关于马谡的评价。但是马谡当时是诸葛亮最得意的弟子，自然回答说他的才干不亚于东吴的陆逊，也就是说马谡是一个难得的将才。但是这一问居然让刘备诧异了一下，随后他就对诸葛亮说，此话非也，马谡这个人并没有想象中的聪明，不能重用他。这时虽然诸葛亮答应刘备不用马谡，但是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，在诸葛亮初次北伐时就只已用了马谡，结果却无功而返。其实这刘备早就看出马谡虽然好学，但是毫无实战经验可谈，所以绝对不能让他去独当一面，否则只会得不偿失。但是当时的诸葛亮根本没有理解刘备的良苦用心，结果还是他挥泪斩下马谡以教军纪，可见诸葛亮也有老马失前蹄的时候。说完刘备，我们再来看曹操。而曹操这次更是因为儿子不听劝，才导致了吴国的结局。当初曹操成为中原霸主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就算后来西蜀和东吴联盟，曹操仍然掌控着半壁江山。虽然他这一生都没有统领江山，但是他仍然是历史中的一代枭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据说曹操在日薄西山之际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梦见自己遇到了三只马共同在一个食槽里吃料。刚开始疑惑了一会，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三马一槽不就是说司马懿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要吞食曹家吗？梦醒以后，曹操当即将儿子曹丕叫到身边，对其讲述了此梦后，就反复叮嘱他千万要注意司马家的一举一动，否则就会殃及我们的曹家，甚至建立的北魏政权。不过这曹丕不同诸葛亮，将父亲的遗嘱牢记在心，而且始终没有给司马懿兵权。不仅如此，曹丕还将曹操遗言嘱咐给其子曹睿。这时的司马懿仍然没有太大的权力，但是又到了下一代，也就是司马懿的孙子，因为皇上年幼，于是起兵造反，自行称帝。从此曹操一手建立的曹魏辉煌一去不复返，果然应验了那句司马家不可信。由此看出，无论是刘备还是曹操，就算他预料到他人之心，但是他们毕竟是将死之人，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况且要是身边人但凡将他们的话牢记在心，恐怕各自的命运就都要重新改写了吧。返回搜狐。
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